大家好，我是 Lucky。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个人觉得非常好用的洗面奶，就是美主人家的这款牛奶润肤滋养洗面奶。使用时取黄豆粒大小的量在手上打泡，泡沫非常丰富细腻。我们来做个小实验，我用防水的眉笔涂抹在脸上，画出痕迹，看看等等能不能洗掉。用手搅拌，感觉到牛奶般的丝滑。使用洗面奶均匀的涂抹在部位，轻轻的揉几下就发现瞬间消失了。清洗过程中会散发出淡淡的奶香。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种牛奶洗面奶的，泡沫丰富，在使用时会感觉手和肌肤之间存在那种牛奶般的丝滑和散发出牛奶味的清香。